챔피언 풀도 넓고 되게 다 잘하시는 것 같은데 그래도 제이 팀 자체가 솔직히 미드 탑미드 말고는 그렇게 잘하는 것 같지 않아서 그렇게 경계되진 않아요. 롤드컵 같은 경우에는 누구나 꿈꾸는 그런 목표이기 때문에 가면 되게 좋을 것 같고, 게다가 이번에 가게 되면은 엄청 약간 힘들게 마지막 티켓으로 가는 거라서 되게 의미 있을 것 같아요. 打 Jules 的话，我觉得他们的辅助就是还蛮喜欢游走的，然后操作也蛮好。就是我会在比赛中一直盯住他的位置，然后想办法抓他，这样应该就有办法赢。还是很爽，打坦。哎，闪现踏上点燃，他但是被这个剧毒张信黏住，双生毒牙加塔的伤害，风风中路被 Kenny 单杀掉了。刀都没了，我手里还有一个闪，来看下上路 PK， 把羊拍交换 ，Rest 身上再拍交换，再拍 Rest 这边快被拍死了，哇，火山熔柱 PK 单杀了 Rest。这一场的话 ，J Team 的前期就更堪忧了。对 ，Breaker 要来还颜色，但是 Emily 就位了，哇，等到你了，风风被肚子起来都喷了个石化，临时被晕住，被石化了，喷错人，哇，又喷错 ，Candy 喷错人了 ，Breaker 炸闪现往后啃死了 Candy， 但右侧考拉拉补了一个领头冲击，直接把风风给冲死，然后接下来海角来抓以色拉。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一波 MD 反蹲是蹲的还不错。对啊，这边是杜马，然后毒到大绝。因为分身去踩了，分身去踩那个 W， 所以他以为分身是真的。而且这种是反射性的，就人都会往塔下跑，人都会往塔下跑。不过还好啦，口花老有补到这个伤害，还是把打的话，风火要练到，没有练到的话应该很难打。风火现在零二一啊，其实还有些比较大，住到了之后喷了一个巨无障气弹 ，Candy 在塔下左摇右摆，锁链练到直接带走，不然又要被粘在塔下。那来看一下 Racer 在上路的一波塔下的交战，然后 PK 叫了羊 Racer， 中野也上来了，中野也上来了。这一波这边打了剩下一点点的三百点的血量，然后此时酒桶过来，哇，跑速好快，跑速快，炸了一个大卷 ，Racer 扭腰躲过，然后这个肚子往前冲是闪现加醉酒狂暴，把 Racer 给打死，但在塔下换掉了。想起中路嘛，因为九龙在右侧已经待命喽。冰剑哦，有冰剑来喽，来看一下史迪奇这个冰剑射出去，射到了风风，然后大绝九龙把风风给炸出来，刚好来到了 KD 面前，变成一个十元，不是十元啊，十块啦。对，变成那这个闪现四分十一，勒布朗远在天边啊，根本到不了。对，还有四分之一条，搞普朗克大绝二，直接叫羊坐着召唤，直接敲起来。冰剑，哇 ，Rest 这一波有危险了，以色拉救出的是 Rest， 但自己应该走不掉了。自己走不掉，全部控制都打在李瑟拉身上，李瑟拉已经尽力了。我真的不觉得 J Team 这波能打，他算一下他的大绝，在岸上还有的，岸上有球果，对，岸上有球果 ，Breaker， 所以 Breaker 准备要从侧边切入了一个多连锁，啊，控住了蛇女，蛇女炸空了，但进来之后是由蓝方 Jace 拿到了巴龙二教牙。准备要掩护撤退，但是反身是撞在的是以色拉身上。这波 Breaker 可以用柱子来切割战场，来看一下 CD 好了没有。然后拉了一个破甲剑的小 V， 准备要补一点伤害。钢普朗加了闪现先走 ，PK 也是跟着闪，但是钢普朗克已经推到了下路的高地前了。这一波决定是要阻止对方回家的，因为钢普朗克正在 BT， Breaker 过来都吸了一口圣斗霸，你把 PK 的 recall 给中断掉了。哇 ，Breaker 是直接阻断对方两个人的回家。那接下来的话推到了高地咯，一根柱子挡住的是考拉拉跟史迪奇，不过还好有举盾。你身上女妖并没有因为这个毒蛇而破掉，绑了绑了。布朗姆的盾已经没有了，搭配着的是一个钢普朗克大绝将的泡沫下，然后 PK 也是把羊给撞出去了，撞到是对方的三个人，包含的是小 V 的输出位。然后接下来的话 ，KD 也拉大，风风往前跳了之后被巨无障碍留住了，完蛋了！这一波是直接把风风的闪现给逼了出来，这 Breaker 也被炸回来，一个普攻直接把 Breaker 给带走。看起来 GX 是有机会直接踏高地，而且要的话可以拼拼看这一波带走。我觉得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对，这波可以拼拼看一波带走哦。手女还有大，手女还有大绝，那小 V 跟风风状态是特别好的情况。来看一下 Rest 在左边已经是被劝退了，风风也是往前踏步虚晃一招，但接下来的话小 V 也不敢往前点一个滚动就能直接把小 V 给逼走了。对于 GX 来说是很恼人的。然后另外一边直接开，这个应该是要逼 J Team 的人，哎呦，做得好，做得好，对，直接把二的一个壮阳的第二段给 T
停住了，然后把 PK 的一个怀表也用出来了。我这波就是要退的话比较难，要退比较多次啦，而且法洛斯也没有大绝。哦 ，Rest 来了，看起来这一波两边都想拼，冰剑中的是以斯拉，情况直接解掉。然后因为二人没有大绝，防御塔先爆了，在上路高地塔爆的情况下 ，GS 选择要往后退，然后在 Fofo 往前踏两段之后，把 Candy 的大天使之杖先逼了。对，直到的情况下面还是选择开了巴龙，而且速度也不慢。Breaker 是有闪的哦。六千、五千、四千、三千，这样放不下来，看看这一波怎么拼，怎么拼，来看看两边的重击怎么打。然后这一波 GS 选择先拉出了巴龙室里面，然后又夸了。拉，走 Breaker 闪现下墙之后拼重击，然后掉爱心，拿走了这个巴龙，然后顺便的把 Breaker 也给打死。哇，那尴尬了，法洛斯虽然说把布朗姆射倒，但是 PK 还是选择要来留以斯拉。这波的 replay， 你看这一波其实 Breaker 是完全毫无受阻碍就直接走过来，然后冰剑没中，冰条裂隙也没有中，两个冰都没有中，然后这边看到那个钢普朗的大绝一直在打巴龙，所以变成是巴龙只剩下一千四百血的时候，两边打野拼重击，最后被艾希给射走，这个是真的很抖，真的很抖。交大绝了，目标是谁？来看一下，撞的是 Breaker 跟以斯拉，没有闪现，然后再往前顶了一下，把 Breaker 给击飞 ，Breaker 反身抽了一个圣徒霸体之后被冰条裂隙给击飞，之后再加上爆破酒桶直接把 Breaker 给炸回来，怀表结束之后应该就要倒下了。Breaker 被实习给收掉之后，现在的目标 GS 应该是往这个中路的兵营走，但是在右侧的 Fofo 也是被赶走了，完蛋了 ！Fofo 这边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以斯拉进化也解掉 ，GS 是一人未掉。Kola 继续往前打了一个印在小 V 身上之后，珠宝双塔自己已经被折断了 ，Kenny 下还有一个作战能力 PK 顶在最前面，还有 Empty 的保护。哇，那两座珠宝门牙都已经被 GS 给拆掉了之后，一个 Empty 的肚子往前，小 V 现在 pop 起来自己的被动，开始努力的大爆点，但伤害看起来不太够，波波踏步进来都直接抽掉了两个人，但是反正艾希在太高了，艾希一手二破甲剑拉锯的小 V 想了 carry 全队，但是没办法抵抗史迪奇的破坏力，我们要恭喜 GREX 3-0收掉了 JT 前往了世界赛。这一场GREX 虽然中间是真的很危险，但是最后那个团我必须要说他们其实处理得很好，因为第一个是塔快点掉的时候先集火这个特朗德，然后再来是大家如果看回放 Empty 一直盯着 Fofo 进场一次他就顶他一次，他完全不让 Fofo 任何把后排抽掉的机会。哇，这一刻我相信不管是 GREX 的后勤还是 GREX 的粉丝都非常的感动哦，包含的是教练阿威跟精神领袖 Toys， 看起来情绪都非常的激动，终于可以去世界赛了。对，就是不管啊 Toys 好像情绪上比较激动了一些哦，刚刚看的都红了鼻子了。但必须说今天他们 GREX 的这三场比赛是真的表现得很不错，就相对于决心来说他们的表现是很稳定的，而且知道他们的胜利方程式是什么。那另外一边的话 JTeam 在峰哥新加入的一个带领之下，今年还是没办法进入世界赛。那对于 JTeam 粉丝来说，或者说对于有抱着 JTeam 可以进世界赛这样的一个期望的观众们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等到明年的时候 JTeam 可能还有机会然后来挑战一下世界舞台。而且这一次 JTeam 的区资格坦白来说他们也算是准备得很辛苦，因为他们是连打两天，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在研究 GREX 身上，就24小时不到的时间他们就要面对 GREX， 各种的怒吼，各种胜利的喜悦充斥着在 GREX 的对战室里面。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来简单的讨论一下刚刚最后这一波整场比赛的一个节奏了。其实中路的 Fofo 在危险的一个勒布朗情况下面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 counter 位，我觉得就是中路的被单杀，就是主动想跳上去杀人的时候被换掉了，被反杀掉了。那前面你勒布朗的一个对线起，你前面有换赢，但你开始会换不赢，我觉得这个才是开始国际雪球的一个出发。就勒布朗这个角色，我觉得就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其实各队的第一个解法都是点药剂、买戒指，然后吃饼干。对，就勒布朗的换血会在线上显得很疲弱，然后导致他这个角色就非常需要前中期节奏，可是他就是前中期就灌不爆你，然后他的后期的效果又没有蛇女这样子的持续输出的角色的厉害。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上路的点位 PK 的二耳是真的太强了，就他的main角就是二耳，就这只我会玩，他真的很会玩，他的二耳是真的很变态的。其实你说两个上路选手都